伯母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啊，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的肚子怎么变大了？彤彤，你不是想要个妹妹吗？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啊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那彤彤跟妹妹说几句话好不好啊？好。来，妹妹，你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我带你去游乐园玩。小彤。首先我欢迎你回来，其次呢，我想向你道歉，以前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希望你不要恨我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老惹您生气。您放心吧，从今以后啊，我会好好的孝敬您和爸爸。梧桐，对不起，作为你的朋友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。作为亲人，我让你和我哥经历那么多痛苦，我很愧疚。湘君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的家人。我谢谢你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站在我身边，在我最颓废的时候鼓励我站起来。哥，你和嫂子终于和好了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。英嫂，咱们去做饭吧。哎，好，我们去做晚饭，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。来来来，慢点啊。好好好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坐好啊。行，没事儿的。咱们吃团圆饭了。哎呦，我自己来。走走走。小彤，妈妈，梧桐，哎呀，这是梧桐，赶紧送医院呐，快打电话。哎呀，啊，快，扶着他，好好好，陈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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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丽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，而且还会随着胎儿的发育不断增大。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切除肿瘤，否则一旦生产的时候，胎儿和肿瘤一同挤压子宫，就会发生大出血，夫人就会有危险。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曾经有一个海外的案例，在胎儿出生的同时，在1分钟之内切除肿瘤，这样夫人可能还会有救，但是这么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少？1/1000。李总，我们几位可以说是全国妇产科的权威了，我们建议您还是忍痛舍弃这个孩子吧。是啊，李总，越早做手术对夫人越好，否则随着孩子长大不断挤压肿瘤，万一大出血，夫人的生命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我知道了。我不能打掉这个孩子。周某，彤，这也是我的孩子，
我也会跟你一样难过的。可你要知道，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生下他。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生下他的，我求求你。疼。听话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彤彤，你不一定非要把她生下来。周某，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。你摸摸她，她都可以在我肚子里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她的心脏在努力的跳动，你让我怎么把她拿掉？我求求你。周某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他要重要100倍。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他是我们爱情的见证，是我们生命的延续。周某，我爱你，我能做的就是生下我们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让我生下他吧。真不知道小童怎么样了，郑萌。朱萌，朱萌啊，爸，你们来了，我们刚刚到。啊，李先生，您决定了吗？魏家从父，家人从父，一切还是由仲某来定吧。我答应你，我知道，如果要你拿掉这个孩子，你的心会比你的身体更难过。你一直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只要坚持，那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。
谢谢你。我愿意跟你一起相信，我们一起去面对未来的生活。冬，我这辈子还欠你一样东西。这辈子不知道还会不会在一起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还给你。梧桐，梧桐。彤彤，别跑了，一身汗。来，快过来，奶奶给你擦擦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！来，给他喝点饮料啊。喝点水啊，乖。嗯，真乖，来喝点水。哎呦，宝贝儿。哦，好，宝贝乖。来，去玩吧。彤彤，快过来。来，我们去找爸爸啊。啊，好。爸爸。长得和梧桐真像。爸爸，我要抱抱妹妹。妹妹现在还小，长大了以后给你抱，好不好？来，亲她一下。哥，我们过去吧。嗯，走。哎呀，志玲啊，要是没有梧桐的话，我们哪有今天这个家呀？啊！只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早一点理解这孩子的心意。嗯，妈。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彤彤，妈妈。我胸口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。妈妈。风妈妈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大家都在等妈妈。好的，我们走了。快点儿，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哎呀，妈，快坐下，谢谢。我们去买面包了。爸，来，哎呦，这么多，爸爸，乖，好了，快点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一场睡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。仿佛摸尽头蔓延灰暗的云朵，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，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
不透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透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宽阔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走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不走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走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不透，信仰在心底做炙热。